现在是登记是从去年2012年7月到今年2013年7月。对。那请问你们现在这个保单是还在程序中，就是有效期？对，就是还在期限，还在期限内。那应该都有按时缴保费？有，那个我们老板都有。好。那保险公司有提供相关的单据？有，我们都有交给楼管了，我们都有把那个资料都交到楼管那边去了，那他有印出来。好，那这一张的话，我们之后再跟你们做这个相关的确认。好，没问题。谢谢。三号可以吗？可以。三号感觉好像这一家哦，就是南洋美食，不过还有面食类比较多，会在加强资产。是的，因为现在民众比较关注，就是说可能是面淀粉啊、发酵类的这个食品的话啊，他们会特别关注，那我们会特别来加强稽查。那我们目前稽查发现到或是要改善的地方吗？我们目前还在稽查中。那事实上，这个针对就是说一些的什么米食类的制品的话，事实上我们年度的话，我们都有一些的例行性的稽查的部分。那过去的话，就是针对就是说，可能常常验到不合格的，大概就是一些的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啦，或是说有一些的病原的微生物的部分。那针对就是说将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米酵菌酸的部分的话，那个我们目前的话已经也预计哈裁剪这个相关的这个些的这个标准品的部分。那未来的话会配合中央的公告检验方法的话，我们会做检验。所以会把它纳入这个专案去抽验。这个可能要再跟中央讨论。所以食材的这个保存部分也是待会再强化的一个看。是的，对，因为就是说这个美食街它的空间一般是比较狭小了哈、哦，那我们会加强就是它的食材的保存部分，还有它制作的过程，那以及说它的这个保存，它是不是有一些的进货的单据是可以溯源的记录。那这次他们有需要拿出什么单据吗？像是可能公共意外险啊等等的。公共意外责任险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核，哈，这个都是我们每年的例行性的查核的项目。所以保龄刚好只是还没有查到而已。保龄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那只是说，因为它可能是它的这个保险费，它好像没有继续完成的部分。事实上，它是有保产品责任险，只是说它没有完成这个保费的缴交的话，它这个保险的这个是失效的。保险的话我们也会看，那如果是说它网络上已经有的话，我们就查它网络的记录就可以了。所以当初保险是怎么发现它就是漏掉的？事实上他们上面的话有写它保险的期间，上面是有的，那只是说它这个保险是不是失效的话，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说透过它上传的一些记录可以看得到。这个之后就会再加强加长吗？因为当时是有这个我们在加强查核的部分。好，谢谢。好，请他就是没事。是是是，对对。业者其实，业者要拿东西过来啊。他那个产品责任险的话是在他效期内，我们只是看到他是不是在效期内，那他是不是有保？那至于说他是不是有继续缴这个保费，然后他有没有失效，事实上这个可能。存在认定。好，谢谢，谢谢。现在是业者要出，他们是有要给你们什么吗？啊，对，他们出席资料。出席资料。对，因为有一些我们如果现场的话，他没有放在现场的话，我们也会请他候补。好。因为有些可能他没有放在这现场，他可能是放在公司。我百货公司那边在刚刚看到有店家说他的保险是在楼管那边，所以是问店家说我百货放这边。这个我们要再了解，因为事实上他们都是独立的店家。